苹果除了更新了14寸与16寸 MacBook Pro 机款外，也同步发表了搭载 M2 与 M2 Pro 晶片的新款 Mac Mini。 官方认为，有了 M2 晶片， Mac Mini 变得更加强大、实用且价格实惠，全新起售价仅18,900元。全新 M2 Pro 晶片首度为 Mac Mini 实现专业级性能，让使用者能在设计精巧的装置上执行以往难以想象的高效能工作流程。搭载 M2 和 M2 Pro 的 Mac Mini 提供更快的性能、更大的统一记忆体和更进阶的连接功能。 M2 机型支援最多两台外接显示器， M2 Pro 机型则可连接高达三台，搭配 Studio Display 和巧控配件，以及强大而便利的 macOS Ventura， Mac Mini 提供更好的桌机体验，让使用者的生产力和创造力都更上一层楼。 Mac Mini 新款机型将于日后开放台湾顾客订购。相较于上一代 Mac Mini， M2 和 M2 Pro 为新款 Mac Mini 带来更快的新一代 CPU 和 GPU， 更高的记忆体频宽和更强大的媒体引擎，实现非凡的性能和领先业界的能源效率。两款机型均配备先进的散热系统，提供卓越的持久效能。 M2 Mac Mini 搭载 M2 的 Mac Mini 配备拥有4个高性能核心和4个高效率核心的8核心 CPU 以及10核心 GPU， 非常适合寻求超快效能和出色生产力的使用者。 M2 Mac Mini 从开启 App 在多个 App 之间进行多工处理，到浏览网页，各项日常任务都能飞速处理。对于需要密集处理任务的使用者，搭载 M2 的 Mac Mini 也能处理更加繁重的工作量，最高达 24GB 的统一记忆体和每秒 100GB 的频宽，用 Adobe Photoshop 进行图像编辑等活动比上一代最快可达 50%。 M2 也为 Mac Mini 增添 ProRes 加速功能，让用 Final Cut Pro 进行影片编辑等任务的速度提升2倍以上。 M2 机型还可以同时播放至多 2-30fps 的 8K ProRes 422影片，或最多 12-30fps 的 4K ProRes 422影片。凭藉这一切性能， Mac Mini 的速度比最畅销的 Windows 桌机最快可达5倍。 M2 Pro Mac Mini， M2 Pro 首度为 Mac Mini 实现专业级性能。 M2 Pro 具备最高达12核心CPU、 8个高性能核心和4个高效率核心，以及最高达19核心 GPU， 为 M2 两倍的每秒 200GB 记忆体频宽，并支援最高达 32GB 记忆体。新一代神经网络引擎比 M1 快 40%， 可加速影片分析和图像处理等机器学习任务。 M2 Pro 的设计能显著加速影片播放和编码，同时消耗极少电力。该晶片提供强大的媒体引擎，可以快速运作最常见的影片编解码器，并能以 30fps 同时播放多达 5-8K ProRes 422影片，或以 30fps 同时播放多达 23-4K ProRes 422影片。搭载 M2 Pro 的 Mac Mini 比搭载 Intel 的最快速机型最高可快达14倍。 M2 机型配备两个 Thunderbolt 4连接部，支援最多两台外接显示器。 M2 Pro 机型配备四个 Thunderbolt 4连接部，支援最多三台外接显示器。此外， M2 Pro 机型可支援一台 8K 显示器，此为 Mac 首例。两款机型均具备两个 USB-A 连接部，一个 HDMI 连接部，一个具备 10GB 以太网络选项的 Gigabit 以太网络连接部，以及一个更升级的耳机插孔，可支援高阻抗耳机。无线连接方面，两款新型 Mac Mini 采用最新标准的 Wi-Fi 6E，流通量达到以往2倍快，并且支援蓝牙 5.3。 Mac Mini 可与 Studio Display 和巧控配件搭配使用。 Studio Display 配备宽广的27寸 5K Retina 萤幕，支援人物居中功能的1200万画素超广角相机，录音室等级3麦克风阵列，以及支援空间音讯的6扬声器音响系统，完善 Mac 桌机配置体验。顾客可以添购相互搭配的巧控配件，与 Mac Mini 和 Studio Display 的优雅设计相辅相成。搭载 M2 的 Mac Mini 售价18,900元起，较于优惠价15,700元起；搭载 M2 Pro 的 Mac Mini 售价39,900元起，较于优惠价36,800元起。搭载 M2 和 M2 Pro 的新款 Mac Mini 将于日后在官网与苹果零售店内贩售。